听伊一个候选人的角色，我伫四年前我就开始咧拼，不过我伫定定甲一寡朋友咧分享，我要转换做这个民意代表的时阵，我进前不管我是做过主委、做过处长，或者做过其他的这个任务甲职务，我做过几啊项，我心内总是拢会想起一件代志，就是呢，我担任主委的期间啊，向向一个党员总会来我讲讲，主委啊。你讲你也做民意代表吼，我讲你唔好参与安安呢，你也做好啊，嘿，好呢。唔敢想讲，我就袂记起来。啊，做好是啥物叫做好？迄句话就好像有一个字感款吼，刺入我脑海当中吼、哦。我无时不去讲啊，做好，啥物叫做好？所以我伫四当前咧参选的时阵，我就透过一步一卡型暗号的方式吼、哦，来争取民动。透过一波一卡型的暗号方式来争取更加多的这个吼支持安尼。啊，我到这届的时阵，人家讲啊，郭国文，你顶间都摕15,500我黄票，你唔免去暗号啊，嘿，你嘛免徛路口啊，嘿，啊唔是，我暗号嘛照起共暗号，我伫半冬我话前，我一波一波一直行，为春天行过夏天，夏天就过秋天，行到这冬天吼，我到顶礼拜才停止。啊，毋是暗号尔咧，我嘛是照常去徛路口啊，嘿，顶下徛路口的时阵哦，我第一个徛的啦，后来第二个对我徛啦，嘿，不过这届吼，差不多八个对我徛啦，嘿，愈来愈侪人徛啦，嘿，系啊，啊我吼、哦、看办事唔对咧，讲啊，咱徛路口可能无啥时间，大家拢咧徛，徛到尾啊，讲哈无啦，变一个无同款，我徛脚踏车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大家徛脚踏车一头一头徛，徛了他体力呢。哎，我感觉哎呀，后后壁队可能较无坐啊。不过，听讲最近嘛有人去买卡踏车要来骑安尼吼。啊，毋是选举的步数，咱要二名呢。我平常时啊咧，三个一寡议题，像铁路地下化、长公办经证监会，我一去哩坐哩遐呢，我第一个去讲个讲，哇，我主张铁路地下化，我较奇怪，我毋捌听你以为讲过。第二个去哩讲，伊嘛主张铁路地下化，哦，差不多长高个去哩讲吼，大家拢去讲个铁路地下化个代志。哎，我想讲。这个明明我四当前，吼、哦，我做参选议员，我第一个写的啊，啊，到尾啊，大家拢讲伊第一个争取的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嘛趣味，唔是大项的议题尔，连细项的代志，我感觉服务，就是参像吼，人当阵讲啊无算赢，拿骨头的时阵，人去祖先的拜拜吼，普渡的时阵，我嘛去啊拜打上水好啦，嘿，我第一当上，第二当我嘛我上，第三当着人对着我的边啊。到今年选举的时阵，全部的人拢走出来啊！全部人拢来上水啊！七个议员全部拢出来上水吼、哦。啊，我大家讲来讲吼，咱拢做里头前，咱拢做方看。啊，咱心内拢有一个目标，心内一个目标，三会是一个好的候选人，三会是一个好的议员。所以我咧当当我即届吼，要继续来参选即届议员的时阵，我要用什么款的参选的力量？来跟大家报告，我就想到吼，在地实做这四字啦，吼，啊，在地实做这四字来争取大家认同。我唔惊人恶啦，我欢迎人对，因为唯有你用这款的理念的精神，你才会当大家也愿意对，你才会当改变这个政治文化嘛，吼，大家也愿意对，这个政治风气才会当改变。我实在足欢喜看到国民党来对咱去徛路口，嘿，吼，我希望因跟我做伙徛脚踏车。我嘛希望伊甲我做伙按吼，只要伊卖买票吼，因、哦、用上正确的民主的典型方式来争取所有选民的认同，即正版的方式，只要会当甲咱做伙做，咱拢感觉是好代志啦吼。所以无形当中吼，我发觉伫过去遐一个议员咧参选当中，我一个新的议员当中吼，某一个程度改变一寡选举的文化，某一个程度嘛改变一寡。地方的一挂民意代表的一挂期待甲认同，所以讲呢，如果嘛是顶届，我的选举票声是上悬的，15,443票，就是大家对我有一个寄望，吼、哦，希望我做一挂改变，大家对我有一挂寄望，希望我做好。不过我顶届是用新人的期待来争取大家认同甲机会，不过这届。我要跟大家报告，我希望我这次是用表现来争取大家的信任，
用表现来争取大家授权，唯独每一个人、每一个选民，拢用表现来检验每一位政治人物的时阵，咱相信这款的政治文化，才会当愈来愈好。这款的政治文化，才会当愈来愈优秀的循环。若是这个政治人物做了好，咱来支持。我嘛要听大家讲，每一个人、每一个选民。拢用这款高标准去要求每一个民意代表的时阵呐，人工所有的选举的操作面自然会变水，大家拢会凭着伊过去适当的表现好甲歹，来决定这张选票要好用好用。我想这是一个足关键的政治文化的一个改变。咱嘛期待，咱来做一种标准，咱所有这届来投票的过程当中。来，把咱的选民、咱周边的亲戚、周边的朋友讲，你也感觉郭国文做了好，拜托你，你一定要转给伊。你也感觉郭国文做了好，拜托你，你一定要支持。伊摕到好的票声，不是国民的公义；伊摕到好的票声，不是单纯是确保我要当选尔。那是一个表现好的民意代表，表现好的公职人员。摕到好的票声，就是代表咱市民对民意代表的期待和要求。所以讲，咱也用双严格标准来要求各部门，用双严格标准来期待民意代表，咱的政治文化一定愈来愈好，对不对？对。从你家，我唔是你家拜托大家选票尔，我嘛要拜托大家用双严格标准来要求我看待我。我嘛要拜托大家，为此时此刻开始，咱来要求每一位参选人、每一位民意代表、每一位公职人员，拢要有十足的精神，拢要有好的表现，拢要有优质的这个表现出来，才有真真正正有资格来讨咱在座每一个人这张选票，对唔对？讲最后十天内底。咱虽然有侪侪选务要做，但是呢，阮今仔日伫选务小组当中呢，特别半一天的时间，吼、停止所有选务工课，来向大家报告。咱是一个建立优质的选举文化的开始，咱嘛是建立一个要求公职人员的文证标准的开始。咱期待咱所有今仔日的支持甲要求。换做选票了，咱嘛是改变这个城市未来的可能性。所以，而且国文深深要大家共同打拼。咱而且在十月二十九号，不是加抢我的票，不是过我的局面，咱嘛是咧改变咱台南、咱台湾的选举文化、甲选举历史。所以拜托大家，如果那是过去四冬，郭国文的表现受到你的肯定。那是过去四冬，郭国文受到你的信任，拜托大家继续强力支持郭国文，做一个选票的授权，让我会当担任咱第二届的市议员，拜托大家，感谢咱大家。